跑水活动啊，就比往年啊都不一样。那我们的这次二水国际跑水节啊，从昨天一早就开始一直嗨哦。昨天我们7:30从彰化火车站出发，一直到8:30到源泉车站，就开始有很小朋友的这个乐队，还有那个我们幼稚园的这个车长哦，跟这个站长来欢迎我们哦。那接下来就有一系列的我们开幕，然后我们的这个祭典哦，那一直到我们中午有个千人宴哦，吃我们在地的一个特产，这个所规划的一个这个饭局哦。后来我们就有一连串的在大草原上的，包括有三轮车的这个市集，包括有我们的这个万圣节的相关的一系列的活动，那应付我们亲子年轻到晚上向志工致敬，一直到今天早上，我们又动员了好多的村民哦，来打针头的这个民众，几十人出来欢迎大家哦。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有空过来二水走走哦。二水真的是一个好山好水，我们除了有八宝圳的这个PU 啊，所以我们的农特产啊都非常的一个丰富哦。那这里最近我们的白柚也好，我们的这个芭乐也好，现在品质好到可以行销到加拿大去了哈。那所以说你来了这边，除了你路跑，让你这个体会我们的这个山间田间的一个这个趣味之外，那大家应该要多带一些我们的农特产品种哦，你才会不虚此行。感谢哦，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哦，这两天来到我们可爱的最小的乡镇哈，可是我们温暖最多，我们的好山好水好人情之外哈，我们更有丰富的在浊水溪啊留意手生产的好物产哦，当然也要让各位玩得开心啊，也要买得放心哈，吃得安心。当然我们二水在我们上级长官努力之下，我们用心之下打造一个很好的一个乡镇哦，就是希望各位好朋友都能过来到我们二水乡来体验我们的好人情好物产。所以说来到二水就对了哈，希望我们今年办得好，明年会更好，因为我们县长有交代了，我们的县长跟我们上级长官对二水的期待不输于大乡镇那因为我们的长官的期许我们会更用心更努力来办好我们的跑水马拉松共说赞，彰化县政府赞，不够啦，再来一次。